我还记得我第一个火的视频是柠檬虾，悄悄地问一句，你们有人把你剥虾了吗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油焖大虾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葱姜还有屏幕上的调料，盖上盖子焖煮三分钟，翻拌均匀，大火收干汤汁，这样做出来的虾保留了它原本的鲜甜还有 Q 弹的口感，加上包裹在表面的酱汁炒下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